千万不能让他落在乔长君的手里。我在那边的级别那么低，好多重要的事情我都靠不上边。老爷。 查完了，一共几个通话机有触电痕迹？三台，包括我用的那一台。唉，看来藏在我们身边的这个人是个内行。现在只能从盗窃密电这个线索往下查了。 写报告吧，给组长写报告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们必须全面防范。你们去外边转转，看见盖振海的影儿，千万别惊动他。上面来通知，抓他，得北京来的人亲自动手，听到没有？是。去吧，去，你也去。 说，你舅舅和盖振海到底有什么勾结？说，哭也没有用，快说！我舅舅就是盖振海卖土豆，别的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我才八岁，还是个孩子。 八是长这样，爹娘生的，我一生下来就这样，你管得着吗你？你给我老实点！你管得着吗？组长，哎，找人把他给我看起来。是。哎。
来人！到。看着呢。是。啊。别动。有些情况你要向我汇报。好。把材料整理好吧。嗯。好。哎，今天所有的行动都是经过杨维忠组长同意的，你可以去了解一下。情况我都了解了。你做的很对啊，这件事严格控制保密范围，符合我们的组织原则。你能理解我就好了。嗯，今天我要去哈尔滨开会，你来负责后续工作调查吧。好。小张，哎，您过来一趟。好。其实今天也并不是一无所获。至少我们知道，这个人是个高手啊。起码你知道，我心里是怎么想的了。嗯，你说什么？他说他想的你都知道。你怎么来了？长君，你心里怎么想的？你是要告诉我，还是要告诉别的人？说什么呢？你们先聊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你不应该来这儿。行，既然你来了，正好，我有点事儿要问你。是丈夫问妻子，还是公安审犯人？随便你怎么想吧，反正看不看你跟我说实话。教主，通过曲子发来的情报。你全都告诉我了吗？你没权利这样问我。一个跟我一样在教主那儿隐藏多年的战士，昨天晚上牺牲了。如果你不相信我，你可以向上级举报，说我通敌啊。我没有不相信你，我跟林亚夫也说了，是教主欺骗了咱们，他发了假情报，但是必须从你嘴里边说出来，我才踏实，我才安心呢。我从来就没有欺骗过你。我做的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你好，为了咱们这个家好。从我们结婚开始，我就以为你和我一样，把爱的人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。我跟你结婚，是因为你跟我一样，一样爱这个国家。你去哪儿？干嘛呢？打算洗劫派出所啊？我姐就留了这么一个孩子，我不能不管她。我姐临死的时候把她托付给我的。我看着她长大，她要出什么事，我比你还难受呢。呸！你难受什么呀？他是我们家的孩子，我比谁都了解他。这孩子比我还没骨气呢。那公安一瞪眼，他肯定什么都招了，弄不好一会儿那公安就得上咱们这儿来偷咱们俩来。哟，那这还真不能待长了。要不这样，你先找个地儿躲起来，我去看看八爷去。去去，少拿一个吧。刀刀刀。班长青同志，你可来晚了。最近站上有重要任务，嗨，我这忙的一个人顶好几个人用。哎，牛总调走啊，353车的车头挂钩松了，得到中午3的消耗。抓紧呐，得抓紧呐，多少事等这个车头呢？你们赶紧抓紧时间抢修，找那个叫小林的日本技师，跟你们一块干。明白，走。牛调度。要不我去帮把手吧，我在部队上修过坦克。好啊，哼，挺积极的。去吧去吧，快去吧。哎，哎，中午饭呢，我打好了给你们送过去啊。哎，好，谢谢你。顾同志，车出了点问题，我们正在抓紧时间抢修，今天中午之前呢，一定叫你们上车出发。牛总调度。啊，这个人我怎么没见过呀？嚯。刚来的新调度员，
到处找你小子，你小子自己送上门来了啊！首长，放他们走吧。他没准知道盖振海的下落呢。放心吧，这个人呢，我问过了，挺老实的。放他们走吧。 不是说我去吗？怎么你自己跑去了？我不想掺和你们的事儿，八音也不想。啊，您是怕我连累你？你已经连累了。行，以后你们都保重，我走了。哎哎哎，盖大叔，哎，你别走。我就是有点后怕。其实呢，公安也没太为难我们。 对，喂，嗯，他们都问你什么了？嗯，想套我话，我是谁？走江湖吃八方见得多了，把他们骗得叮铃乱转。<笑>我去给你们弄点吃的。来，开车，我跟你说，他们当时就问我，你给我说实话。 你舅舅和盖振海到底有什么勾结？
你们被他耍了。出来吧，叫你身后那个人出来。家属，他父亲是帮助咱们建设工厂的。您的父亲是干什么工作的？为什么没来接你们？我父亲在炼铁工厂，他是苏联最好的冶金专家。他在伏尔加工厂干了25年了，为了中苏两国伟大的友谊，忙于工作，没来接我。箱子里是什么东西？打开看看。箱子里是属于我的私人东西。过境检查必须打开。打开。打开。说，盖振海是你故意放跑的吗？他自己看出来的，他拿枪逼着我跟巴音这么干，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跑的。这一带我们已经封锁了，他走不远的。传我的命令，见着盖振海谁都不能开枪，他知道的东西太多了。这个人很危险。执行命令就好了。通知当地派出所协助我们搜查，快去。去啊！找那么多干什么？你们在盖振海家里边发现什么了？都交给组长了。主要是我们丢失的那份密电，还有盖宝平的日记本。日记上写什么了吗？日记本上写着他怀疑自己的儿子。之前他去医院就是跟踪盖振海去的。这个盖宝平是个看大门的，怎么会有这样的觉悟？这老人一定还有别的身份，这一点已经汇报给了上级，上级领导正在申请跨部门调查盖宝平。哎，刚才你说，在盖振海的家里边发现了盖宝平的日记，是我接到优发金的举报，就派了周锦荣过去，很快就找到了。这优发金还挺有意思的。我核算过时间，礼拜天几次出现，盖振海都恰巧不在派出所。第一次围捕礼拜天是盖振海汇报的具体方位，后来敌特又伪装成礼拜天假死，这都是为了掩护他。所以一切证据证明，这个礼拜天他就是盖振海。哎，长春，我发现你现在进步了，办案的思路很清晰，而且会分析案情了，啊，不错。哎，你干什么去？哦。我现在去审问一下尤发金，我现在觉得他也是礼拜天。Thank you.
你是班长星？这个送给你。你跳的真好看。这花真漂亮，谢谢你。嗯，我以后能常来看你跳舞吗？当然了。你真漂亮。别这么说，这话要让我妈听见了，她该不高兴的。哦，对不起啊。没关系，反正她现在也听不见啊。其实我一直都很想听你在信里面说的话。信里的话？对呀，你在信里说了那么多，我一直都不敢看，但是只要一想起来，就觉得心脏跳得好快。你在信里说了那么多，为什么你现在不说呀？再跟我说说，盖振海和他父亲之间有什么秘密吗？我说的，你能放我走吗？你先说。盖振海不是他爸爸亲生的，是他爸爸捡回来的。那年他不到20。这事儿没有任何人知道吗？盖振海他爸爸编瞎话编得圆着呢，说盖振海小的时候不听话，让他爸爸打跑了。这一跑十几年，长大了，懂事了，想家这才回来。在盖振海家里发现的东西，是别人告诉你的，还是你自己发现的？我说了，你能放我走吗？你先说。你想听什么呀？听实话。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，你早就知道盖振海出事了，为什么偏偏要等到我们把盖振海当成礼拜天通缉的时候，你才跑过来报信啊？这事儿蹊跷啊！我不打算走了，至少待在这儿我安全。待在这儿也得说实话呀。这个我考虑一下。好吧，给你时间考虑。都记下来了？嗯，记下来了。周建荣，到，带走。走。进去。
干什么的？长生殿在上，保佑盖大叔平安度过这次劫难。长生殿在上，保佑盖大叔能够平安度过这次劫难。长生殿在上，保佑盖大叔平安度过这次劫难。瞎念什么你？长生天，长生天的。长生天要真睁眼的话，我这么老实巴交的人，我能老到这地步吗？长生天只保佑好人，不管出卖朋友的人。什么出卖朋友？你这孩子怎么好心当成驴肝肺的你？啊？你小时候你的事儿都忘了？谁把你拉扯大的？现在你敢跟我瞪眼了你？你这……哎呦，解放军同志，您怎么这么晚才来呀？我们都饿坏了，来吃吧。哎，那我不客气了。哎，吃。他妈爱吃不吃，我吃。看做我对不起自己良心的事情，这钱你拿着。不，爹，爹不管。你听着，你把这钱带着到苏联去，找你的媳妇儿，你在那儿多住上些日子，待个三年五载的。
说你是特务，杀了你爹，从海外跑回来的。我不是，我没杀我爹。他们有证据，这辈子也别回来了，也别再想着给你爹报仇了，快跑啊！哎，嫂子，这么晚了有事儿吗？想跟你们组长说几句话。乔将军没有来吗？啊，没来。按照规定，您是不能见组长的。你跟组长说一声，有一些组长不知道的事，我想单独跟他说。好。乔长君，啊，你要出去？哦，还没回家了，我呢回家看看他去。我们还有任务。我家离得近，两个小时就回来了。工作期间私自出门，是要向上级汇报的。哼，说的没错，正好你替我汇报一下。教主什么都知道，他知道乔长君出山，也知道你们并不相信我。当《英雄交响曲》曲终的时候，他告诉我，他准备回归，也让我准备回归组织。为什么不把这个情况告诉乔长君？教主用他特殊的方式向我们单独发出信号，我不想你们任何人去怀疑乔长君就是他的人。乔长君是吗？绝对不是。那你怕什么？教主说，能够阻止专家团出境的最佳人选是我。是你？我曾经在教主的手下工作过，他让我接近乔长君，就是为了让我监视他。可是后来，我们有了感情，我就把一切都告诉了他。当国民党撤离大陆的时候，他的身份暴露了，教主让我杀了他。情急之下，我开了枪，打死了几个守卫，带他逃了出来。回到这边，组织对我们俩进行了严格的审查。长军和我约定，说我就是他发展的内线，是安插在教主身边的工作人员。在这件事情上，我们隐瞒了实情。这就是乔长军拼死守候的秘密。是。
你今天来找我，就是想把它说出来。这件事已经成了我和长军之间的一个炸弹，不说出来，我们两个早晚都会被炸死。说出来的后果，你想清楚没有？只是想用我对他的爱和坦诚，把他留在我的身边。哎，大夫，大夫，情况怎么样？啊，他正在洗胃，中了剧毒，要不是有人给他及时处理啊，他早就死了。一定要全力抢救，他是我们重要的人证。放心吧，我们会尽力的。都有谁给他送过吃的？吃的都跟咱们一样的，送饭的时候，长春同志也在门口。哦，知道了。对了，情况不要扩散，啊！你们两个先回去休息，这由我守着。是。什么时候能醒？我们给他洗了胃，已经没有生命危险了。有发现，醒醒！有发现，有发现！你还记得是谁给你送的饭不？那个长春同志。你来的正好，我们呢有些重要的情况需要向他了解，你到组长的病房帮我叫个战士来啊，做一下笔录。好的，快去吧。是我，是你。本是不期而然，爱却任其发展，生命各留余地，让我去羁绊。满目萧索的心，也似会复燃。我贪恋这一丝波澜，我们多久一场圆满？上天只给了你我一个片段，短暂的交汇，驱散一生的黑暗不褪色，像最亮的光，让遗憾都。其而然，爱却任其发展，生命可留余地，让我去羁绊。满目萧索的心，也似归复燃，我贪恋这一丝波澜。我们都求一场圆满，上天只给了你我一个
片段，短暂的交汇，驱散一生的黑暗不褪色，像最亮的光，让你撼动。